首先呢，在开始之前呢，大家需要知道一个东西，叫 Battle Eye，也就是 BE。你可以看到游戏在运行的时候呢，这个 BE 服务呢一直是常驻后台的，是作为服务的一种存在。它主要提供的是反作弊还有游戏联机的服务。假如这个时候呢，你想用 CE 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彩虹六号进程啊，这个前面是没有 logo 的，空白一片，对不对？那么呢，它这个进程实际上已经被写保护了，禁止你修改访问的。要想使用 CE 的话，你只能把这个 BE 服务给停止掉。但是呢，当你停止这个服务，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游戏闪退了，就是这样。CE 的话，它没有办法像外挂那样，它没有办法绕过这个 BE 服务，而外挂呢，它是可以直接绕过 BE 服务的，来穿墙啊、透视什么的。虽然我没有用过外挂，但是至少我知道它是可以绕过 BE 服务来运行的。要想使用 CE 的话，你只能关掉 BE 服务，而关掉 BE 的话，游戏会闪退。不过呢，在这里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在游戏这里啊，属性。在这里添加启动参数，来斜杠 BE 浪去杠 BE 储存一下。那么呢，这个时候开启游戏呢，它是不会启动 BE 服务的。再次启动游戏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 BE 服务呢已经停止了啊，它是已经脱离了 BE 服务来运行这个游戏。那么呢，这个时候呢，打开 CE，你会发现这个彩虹六号前面是有个 logo 的，它出现 logo 了，你是可以访问内存的。不过呢，你不用担心一件事情啊，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作用于线上多人啊，它只能让你在那个裂孔里面啊，在自定义游戏里面自娱自乐而已。因为你已经关掉 BE 服务了，是没有办法和别人组队的，也没有办法线上联机的。那这个时候，当你尝试进行多人联机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示 BE 错误啊，BE 服务呢不在执行中，请重启游戏。接下来你可以右键打开网络设置，在这里适配器选项。右键禁用，可以断网，也可以不断网，没有关系的。为了保险起见，你是可以断网的。我呢，从2018年做这个系列的视频到现在，账号一点事情都没有，就是不断网都没有关系的。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众多的阿六粉丝呢，对无限系列的视频的支持啊，给大家带来那么多欢乐。好的，接下来呢，我们随便选一个裂孔。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打开 CE，在这里呢选择彩虹六号的进程。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 logo 了，对吧？这就是 R6 的进程，打开。左边呢是地址栏，右边是数值，还有一些筛选的条件。在这里呢，还可以改变游戏的速度，就比如说我选择0.25倍速，确定，你会发现游戏的速度变得非常非常慢，慢镜头的世界，对不对？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呢，在这里呢，你还可以改变那个快捷键，啊，在这里设置快捷键之后，你就可以随意的切换速度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可以改些什么呢？就比如说这把枪 M762 31发子弹，对吧？搜索一下31。很多结果对吧？没有关系，我们打一下19，来还是很多结果，再打27，OK，最后呢结果锁定到四个，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四个之中哪一个是子弹的内存地址，没有关系，我们都改一下，就比如说这个99确定，不是这个，再改一下这个99确定，哎是这个锁定一下，那么呢其他三个就可以删掉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改一下生命线。生命线的话，两发，搜索一下二。好，接下来打出去，一发。OK，那么呢，接下来再打的就是零了啊，准备一下，来切回来，零。OK，31个结果，特别多，对吧？我们都改改看。哦，最后找到了，最后呢，我锁定到这个地址了，这就是生命线的内存地址了，99。OK，其他删掉。OK，接下来我们改一下生命值，生命值是120，干员的生命值120。那么接下来我们往自己脚底下打一发生命线，来，生命值是69。49啊，加20就69了，把这其中一个改为9999，OK，可以，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值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开启0.25倍速慢镜头。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关掉游戏，打开 PR。就比如说刚刚这个地方，我们是0.25倍速慢镜头的世界，在玩这个游戏，对不对？整个镜头变得非常的慢。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可以这样子改一下速度，400%，0.25乘4就是1倍速了嘛，就可以变为正常的速度，确定。OK， 接下来这就是正常速度的样子，是不是反应非常的快 ？OK。为什么会刚刚你会感觉卡呢？是因为我这个是 4K 的片源， 3840×2160 的分辨率，剪辑起来会比较复杂一点，运算要复杂。所以之前的视频呢，你们看起来像自瞄一样，一枪一个非常准的那一种，都是视频后期合成的，就是 0.25 倍速在慢慢的玩，然后后期4倍速快进啊，就是这样子。每一个干员的技能呢，你都可以改一下玩一下，就比如说无限影子分身啊，就比如说无限摔炮拆家，你还可以快速熟悉地图，你还可以玩一下 H 的无限流荡，非常有意思啊，只不过不太好改而已。还有更多好玩的玩法呢，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好的，那么呢，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欢迎大家加入 UP 主的 Discord 粉丝俱乐部，邀请链接呢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还有 Facebook 啊 IG 啊推特的链接都在里面。再次感谢大家2年以来的支持啊，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